午安，哈哈，今天有比较不忙了，是不是？阿努那奇午安 ，Hello 小白兔，洛克午安，九阿午安，谢谢卡丘送我向日葵。早餐还是吃三明治吗？没有，今天吃牛角。买三，我、今天怎么一直破音？买三送一的牛角，可是我发现那家店的牛角不好吃，它是假的牛角，真的牛角是很边边是很扎实、硬硬脆脆的，可是那个牛角就是它只是做成牛角的形状，然后它的那个角角戳下去是软的，被骗了，以后不买牛角了。头发蓬松感好美，哎，对，我是不是好久没有放发直播了？因为天气太热，所以我几乎都是最常绑的就是双马尾，因为双马尾最简单，随便一抓就可以绑了，很难得今天放下来。可颂面包的牛角不是，而且可颂面包也有分真的可颂跟假的可颂，哎。谢谢阿 K 来的星之冠，假的可颂就是长得可颂的样子，可是里面就是一整块一整块面包，它就不是可颂。真的好的可颂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层的那个才是好的可颂。我对面包是蛮讲究的。哦，我今天声音没有开嗓，我好像要，我等下去拿个水。Hello 国树午安，温如午安。三峡的那种牛角，哎，三峡的牛角是真的好吃，哎，我在三峡没有吃到过假的牛角，都很好吃，而且也不贵。谢谢不想上班的新之冠，谢谢阿奇拉的幸运草，今天是沙发衣，对啊，米娜没有买新衣服，你们可以很常看到我穿这件。在，因为最近有点太忙了，连买衣服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要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买新衣服。今天可以慢慢猜拳了，对啊，昨天都没有猜。其实 Mina 今天早餐11:30才吃，我本来在想要等直播的时候再吃，可是真的太饿了，所以就先偷吃了，对不起。谢谢杨雄的星之冠，但是等一下可能还会吃别的，晚一点点再吃。Hello， 詹先生午安，现在才吃午餐，午餐不用这么早吃了，对啊，而且因为我昨天晚餐吃乌龙面，然后没有吃完，然后不是没有吃完，就是没什么时间吃，我没什么时间吃，所以只吃了几口而已，所以就把它带回家，想说不然今天午餐可以吃完它。谢谢萝莉狼的剪刀石头布，志祥现在要去清水地热煮玉米，等一下，清水地热是什么？地热谷吗？是校外教学那种感觉，而且为什么要去那里煮玉米 ？Hello， 小龙风台午安，晚餐都没有时间吃，因为昨天也是有练团好了之后就练舞，就是接着，然后没什么时间吃饭。阿贝桑跟林一去过柴田王，谢谢。看到柴田王 PO 了两年来踩了 Mina 多少个点，有200个吗？然后看到都觉得有点感动，哎。Hello Martin 午安，真的是太拼了，超级拼。谢谢晴湖分享直播超壮观的照片，太厉害了。Hello， 坤坤，午安。爸爸只踩过一个，哪一个点？
叫 Mina 的店吗？Hello Kevin， 午安，爱上空你几晚？文琪，文琪，午安。那大家今天午餐要吃什么？要吃乌龙面吗？踩点都跟孝贤一起去，为什么？喜乐库玛自己一个人是会迷路，是不是？跟米娜一样，方向感不好。谢谢坤坤的向日葵。爸爸去踩动物园哦，动物园算是台北蛮就是指标性的吧，木栅动物园。爸爸毕竟算是观光客，南部熊，有人这样讲吗？坤坤已经吃了，太好了吧，那么早就吃了。哎，对，放一下音乐。放下音乐会衬托我声音的美好，因为这个声音今天怎么有点沙哑？放音乐听起来应该会好听很多。Hello， 陆婷 ，Miko， 午安。强纳森叔叔家离动物园蛮近的，那代表很偏远吧？我觉得木栅动物园很偏远哎，它不是在政大那边吗？我之前要考转学考的时候。去那边，然后就坐公车绕超大一圈，而且超级不方便的，很偏远，就是不是在捷运站附近，然后你一定要再坐公车，然后公车又很久。亚洲统神是什么？是打棒球的吗？猫粮午安，演示。喜乐库玛这个礼拜六生日，哇！那我是不是今天？对，我今天是不是要先祝喜乐库玛生日快乐？生日快乐，喜乐库玛，喜乐库玛，库玛酱，库玛酱，卡哇伊 ！Hello， 企鹅，企鹅午安。等一下，小航力，等一下，那个是谁啊？坤坤以前读，坤坤读木栅的小，是木栅高工那种吗？等一下，我不知道那个是谁。亚洲统神是什么啊？亚洲统神是什么东西？不是什么东西，是一个人吧？是打电动打到很红的人，那应该是不是男生比较知道？因为男生很喜欢打电动，还是一般人都会知道？我比较没有文化，我没有文化，不知道谁是亚洲统神。阿吉又是谁？有没有一直讲我不认识的人名哈？谢谢喜乐库玛送我告白气球。龙龙 ，Hello， 豪哥，豪哥，午安。强纳森叔叔有跟他合照过，哇，我真的是那井底之鼠啊！我是井底之鼠，怎么都没听过嘞？蛮有名的，我是井底之鼠，不好意思。统神和豪哥一样是一个不被知道也没关系的人，怎么会？豪哥，你居然把自己跟统神比喻，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。哎，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井底之鼠，对啊。Mina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呛粉丝。哦，不是，豪哥不是我的粉丝，那多呛一点，呜呼。开玩笑的啦，豪哥不要生气。Hello， 哈利午安。前天在捷运上看到一个像 Mina 的女生，还是其实就是我。我每天都搭捷运，
Hello 鸡尾包，午安。豪哥不用道歉啦，我现在在此向豪哥粉丝道歉，我要向豪哥粉道歉。有豪哥粉吗？爸爸是粉丝也一直被 diss， 哪有啊？我明明就说麦讲卡哇伊，哪有 diss 粉丝？志祥想要被呛，志祥欠呛哎、欸，不行，志祥太伟大，我不忍心呛你。踩点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那天我要准备直播，应该不输。哎、欸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仓鼠的影分身之术啊，影分身之术，嘿，变成沙发，嘿，两个 Mina， 神奇吧？究竟这个是真的 Mina 还是这个是真的 Mina 呢？也许你，哎、欸，你会不会看到那个、啊、捷运的博爱座？捷运的博爱座也是这个深蓝色呢、欸？还是你以为是，你以为那个是 Mina？ Hello Sky， 午安。只好两个都打包带走了。等下这个有点，后面这个有点太大了。Mina 怎么只剩一颗头？我是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的。所以只有一颗头，可是我的头发太短了，我头发太短了，想扮鬼都吓不了人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好放个音乐。这个忍术很厉害，直接变沙发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要连一下我的 WiFi， 所以我画面会卡一下，你们等一下，我要先定个可爱的画面，我要去开 WiFi。OK， 有 WiFi 了，那来放音乐。哈，我刚刚定失败了，我刚刚定失败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啊、哦，有吗？是可爱的，讨厌的。Hello， 君汉，午安，海之伦。从前你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人，直到看了 Mina 直播。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毛梁什么意思？ Mina 长得很不科学是不是？好啦，我真的是长得蛮奇妙的。你是不是觉得很难想象怎么有一个人就是脸可以这么圆？怎么可以有个人类长的脸这么圆，然后身体像竹竿一样？这真的很不科学、欸、我到底身体怎么支撑的？Hello， 老沙 ，Mina 的忍术，我长得不太科学。喜乐哭马，你是来等我的生日快乐是吗？哼，没生日都不来看我直播。哼，你这样子，我以后就要把你叫成企鹅。画 Mina 就画火柴人，对，我长得跟火柴人就是差不多，没有两样啊，就是不科学。Hello， 冯甲人，好久不见，要多吃油啊！你们看我平常，我一般来说啊，我都是可能一天吃两餐，可是我现在。我现在有正常吃三餐，甚至到四餐吃宵夜。想请 Mina 帮忙，什么忙？豪哥请讲。Hello， 超哥午安。喜乐库玛受伤了，你受伤了，你怎么了？还好吗？帮你呼呼。汤汤飞走啦、嗯。我是痛痛。我要飞走了，说不出来。多吃宵夜补充热量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我一直想吃冰。啊啊！我有跟你们介绍过吗？便利商店有卖那个咸蛋黄珍珠雪糕，超级无敌好吃，我好喜欢那个、哦，我一直推荐大家吃。我已经买了。
买了两次了，很好吃，我还想再去买。可是现在好像便利商店没特价了，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是，阿圈农的，很好吃。它我去买的时候它是两件特价50，现在没有特价，可能要去，量贩店或是卖场找看看有没有特价，一支25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超棒。咸蛋黄珍珠雪糕，超好吃的，比之前什么珍珠奶茶雪糕好吃。谢谢阿妮的 kiss 啾啾。会不会有明显的蛋黄味道？我自己觉得还好哎。你们有吃过之前很久以前有出那个咸蛋黄的洋芋片吗？咸蛋黄的洋芋片就很好吃哎，我觉得什么东西加咸蛋黄的不雷耶，就连苦瓜，我以前小时候不喜欢吃苦瓜，可是苦瓜加咸蛋黄，咸蛋炒苦瓜就变得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咸蛋黄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加什么都变好吃。红豆粉贵，这不是很基本的口味吗？可是咸蛋黄珍珠雪糕，我是觉得就是很特别口味，然后没想到意外的很好吃，就是超浓郁的。谢谢詹先生的剪刀。咸蛋黄珍珠雪糕啦，它没有奶茶啦，它没有奶茶。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乳酪还是起司蛋糕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浓郁的意思，超好吃的，推荐大家。咸蛋黄感觉很常出现，就觉得很神奇。咸蛋黄，我很不能接受咸蛋黄出现在便当里面。你们有没有买过外面的便当啊？然后买完之后就是直接有，通常不会一整颗，就是会出现半颗咸蛋黄在里面。然后我都会给别人，因为我觉得咸蛋黄拿来配饭就很怪啊，配白饭欸。咸蛋黄如果配稀饭，我勉强能接受，但我也不是很喜欢。如果便当里面有咸蛋黄，我都不吃，我觉得很怪，太咸了。可是咸蛋黄就是你不要单吃它，你把它就是调理过或是搭配别的食物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而且特别是咸蛋黄珍珠雪糕，真的是出乎意外、出乎意料、意外的好吃。对，推荐大家。哎，有咸蛋黄披萨吗？真的假的？感觉也会好吃哦。逢甲人都吃咸蛋配白饭，逢甲人都这么吃的吗？怎么感觉有点客家精神吗？还好不是吃白饭配酱油，还有咸蛋黄可以配。不过咸蛋黄好像也感觉常吃也不太好，不知道。但我自己是觉得太咸了，不太喜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豪哥刚刚说要帮忙什么，我没看到，我上去滑一下。等一下哦，我刚才讲，突然讲到那个什么咸蛋黄珍珠雪糕就很兴奋，就没看到。豪哥这是请求吗？豪哥说有一个朋友叫佑佑，有时候会来看我的直播。那哪有请求啊？你的请求呢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漏看什么？哦，帮忙跟他加油打气，好，可以。又，怎么？我想要 rap， 结果我发现我没有 freestyle， 我又完之后就突然又，尴尬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。那个王心凌不是有一首歌那个吗？又又是 See Me Baby 吗？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？他是喊什么啊？只会又又又，你的 freestyle 吗？又又没有，又又又 Cindy， 不，人家是又又啊，又玩那左呢？哦，所以我要。欸，可是你们脖子可以动吗？我脖子不太能左右动欸。那我这样，右右右右，Cindy，左
走走走走走，好的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刘海，我的刘海。悠悠是个顾家好男人。谢谢杨雄的新之冠，豪哥也是顾家好男人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随便讲，应该是吧？希望是。哦不，豪哥是个滴滴呢。不要玩脖子，我在，我在暖暖身。妮娜在公司做什么？练习呀，练习呀。谢谢新鲜柠檬的向日葵。Hello， 季风亮。在场的各位都是弟弟，爸爸，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弟弟就说大家都是，好不好？这叫什么？不能以偏概全。谁说弟弟就不顾家的？对嘛？你看人家综合喵喵，他虽然弟弟，可是也很顾家，他都有好好照顾他的四个小孩，他是好爸爸的。在公司乱入别人直播间吓观众，才没有，才没有嘞。四个小孩，哦，对啊，四个小孩啊，买三送一的嘛，谁是送的？钟喵有好好照顾小孩，有啊，你看那些孩子都吃得胖胖的。没有哎，孝贤是不是都被你们食物都被吃完？怎么那么瘦？胖嘟嘟，吃的胖嘟嘟的很好啊，这样很有福气，跟我一样，认识你们就是我最大的福气。哦，就孝贤是送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买东西送的那个赠品通常都比较小，是不是？视线集中在鼻孔上，我的鼻子蛮好看的吧？老鼠的鼻子很灵活，闻东西就。Hello， 尊尊，尊尊午安。哎，我要用我的，我想想，今天用哪个特效？这个好吗？还是用这个？我好像最喜欢这个，哎，不知道怎么觉得这个特效跟我看起来很合，就是有一种呆呆的感觉，然后感觉讲一讲话就会睡着。老王汉汉，汉汉姓王吗？好了，爸爸不是弟弟，知道了。反正最近因为天气很热，我就常常会，也没有常常，是因为冰有特价我才去买，不然我都很少去便利商店。然后我发现呢、啊，我昨天去全差。我昨天去全差买冰当宵夜的时候，然后结果那个店员他问我，因为我也是蛮晚到家嘛，然后那个店员就问我说：“哦，你上班上到那么晚，你上班上到这么晚哦？”然后我听到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超开心的！我觉得我以后都要去全差，因为我通常都是被阿姨问说：“哦，你上课上到那么晚才下课哦。”可是我很难得被问说，对，终于不是上课，就要是说上班，所以我超开心的。难道是我有大人的样子啊？被搭讪了不是，就很有亲切的感觉，很亲切。增加一岁的差别，原来是因为增加一岁吗？因为
学校没有这么晚，不一定啊，搞不好有夜校嘞。而且我其实我个人真的是全家派的，就是不是有两大便利商店在竞争嘛，有 Seven 派跟全家派，但是我是全家派的，就觉得全家真的有家的感觉。我昨天妆比较浓，哪有，就跟现在长一样啊。我昨天还绑双马尾耶，大家记得吗？我直播的时候我绑双马尾，去哪个工作上班要绑双马尾。莱尔富派的站出来啊，你是莱尔富派吗？莱尔富很少见， OK 更少见， OK 有 OK 派的吗？ OK 派啊， OK 派一定超少，已经找不到了。莱尔富有够少见欸，只有那个什么网购的时候，莱尔富很常会有那个免运，然后就会订到莱尔富，可是又很不顺路。中和喵喵是 Lawson 派，等一下 Lawson 日本才有吧。 Hello 田中晚安，不是晚安，为什么田中跟我说晚安，现在是早上欸。OK 派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食物，阿奇来饿了吧？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巧克力派、草莓派之类的？苹果派！看到莱尔富特价，难处是我要找到莱尔富，没错，莱尔富好像蛮常有优惠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 Seven 最少有优惠耶，而且他现在都没有那个什么39元配、49元配哦，不，现在好像已经没有39元配了。还有吗？全家还有39元配吗？还是最少到49？新贵派、OK 派，我是全家派。现在都只有折价，对啊，折价折5块、10块，还是很贵啊。而且不知道什么啊，我就觉得全家的店员嘛都比较亲切，我自己觉得。就是 Seven 的店员啊，通常都比较，就是那种很年轻的，就是学生那种，然后有的就是，对，就是一看就是学生，然后还是那种比较不好亲近的学生吗？我自己觉得欸，我每次去 Seven 的时候，那些店员都是就是很年轻的，像学生那种，然后可能就是给我一种距离感呢，可是全家的店员通常都是给我很像真的在家里很亲切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上次去全家爸爸被演，那是个人问题吧？我是说你那家店的那个店员他个人问题，不是爸爸个人的问题。冯甲那边小七常常会放偶像团体的歌，我们吗？有放我们的歌吗？可以去顶好，店员都叔叔阿姨。对对对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我蛮喜欢叔叔阿姨的，就是很亲切。然后 Seven 的店员，我觉得都常常我看到的都是蛮年轻的，然后就是那种俊男美女，我对那种我就会觉得很有压力。我不知道欸，我就觉得很有距离感，我比较喜欢那种叔叔阿姨，因为这样我买东西比较不会有压力啊，就是慢慢逛。可是那种店员就是很可能很年轻的学生还是什么，然后在那边柜台就感觉是不是在盯着你，想说你快点结账，你快点买好，我要去玩手机的什么的，我就会觉得很有压力。有听到勇往直前是不是？真的哦，便利商店有放音乐吗？好像很多便利商店是没放音乐。去便利商店买储值点，被店员关心氪金量。我想到我被诈骗的时候，也是那个人叫我，诈骗集团叫我买5000块的游戏点数，然后店员也来关切，他说：“这是你要自己用的吗？”
然后因为诈骗集团叫我要讲是，然后我就讲是，然后就5000块就被骗走了。可恶，早知道给你们氪金啊，那些钱给你们出资多好。只要买太多都会被店员关心，他是不是诈骗？结果我的是真的诈骗。可恶，好笨，欺骗我的感情，我也出资不了。出资什么？怎么办？我一直被骂，店员阻止过我了。不是啊，可是那个诈骗集团他有说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这个买这个游戏点数，它其实是有跟银行、邮局是有连通的，但是那店员不知道，所以如果他问你是不是要自己用的，你要说是。他还连店员这边都料想到了，哎。然后我就很乖，就很听话，所以我就说是自己用。为什么要买点数？因为诈骗集团他说买那个游戏点数，就是他跟邮局跟银行其实他们是同一个系统还是什么的啊？他就讲的跟真的一样，哎，我以为是真的。5000块可以买一台脚踏车耶！希望脚踏车也快点找回来。我最近搭公车，还有骑 U bike， 都花了比平常好多好多时间。笨鼠，因为那时候还不认识你们吗？如果那时候认识你们，你们就会跟我讲那个是骗人的。真的，我很多消息都不知道，哎，什么还有你们上次讲动资券易放院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在看新闻。你们跟我讲，我才知道。邮局跟……啊，等一下，邮局跟银行怎么可能用游戏点数当货币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他说一般人都不会知道，只有他知道。5000块有2分钟，什么2分钟？我有去警察局报案了，警察说会帮我找。之前接到电话说你的一单发表会被重复扣款，哈！如果是我，可能会很惊讶，哎，就哈，重复扣款。我那时候被诈骗，他也是说会重复扣款，而且还扣12次哦，听到就很慌张。什么豪哥有接到诈骗哦 ？Hello 黑雕，下次有人问 Mina 豪哥是不是好帅好棒棒，记得说是就对。这是变形态，对，新形态的诈骗嘛，才不会有人问豪哥的事情欸。店员多关心一下我玩什么游戏，我可能就不会被骗到了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去 Seven 买点数的嘛，我就觉得如果是去全家买的话，可能就不会被骗了，因为全家的都是叔叔阿姨，然后阿姨可能会直接阻止我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是诈骗啊，什么什么那种。所以败笔是我去 Seven 买点数。爸爸上次接到诈骗电话，然后你就说在骑车，他就让你骑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诈骗电话？奶奶之前也是啊，诈骗电话打来，我忘记讲什么，就我在忙啦，我在忙，不要吵我，我就挂掉。奶奶很烦躁哎，奶奶很烦躁哎。店员有想帮忙，可是 Mina 太笨了， Mina 的笨让店员也束手无策。Mina 也喜欢去全联，对对对，我喜欢去全联，都是叔叔阿姨。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为什么突然变暗了？哦，等一下，对，刚刚有人打电话来，我怀疑
我怀疑是警察局打电话来，欸，因为他们可能有什么消息要讲，可是我在直播我就挂掉，可是为什么回来之后就关灯了？对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挂完电话之后就变黑的？感觉很像那个怎么讲？灰头土脸，要不要先接？我已经挂掉了呢。好，如果等一下再打来一次，我就接。你们可以等我，可是我接电话的时候，你们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？像，是吗？直播接电话很尴尬哎。没关系，直播结束再回电，你们比较重要啦。可是我只是回来之后想说，到底是谁？刚才讲到哪里？我再讲下去会不会接不到 Seven 的业配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，就是叔叔阿姨的那种，就是很亲切的感觉。我每次去结账，我会故意选叔叔阿姨在的柜台，就是那种年轻的，我会觉得。我不知道哎，就很可怕。Charles 午安 ，Hello 托鲁江，骗我的人声音感觉也很年轻，所以告诉我们年轻人果然不可相信啊。脚踏车跟你们一样重，两个不见都会哭。你们比较重要，因为脚踏车有钱就可以买到，可是粉丝的话有很多钱也不见得买得到，不是那种 IG 的假粉丝可以用买的，真的粉丝用钱买不到的，要用真心交换的。选你们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是店员，你们是店员。Hello， 阿华，夏尔明明就还很年轻。Mina 给你钱，你可以考虑当米粉。九代，你这个二戒，你这个二戒，不要理你。粉丝不会因为一通电话就跑掉，怎么办？我如果真的是警察的电话，我挂掉很不好意思。但是也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诈骗电话？会不会有诈骗集团现在正在看直播？然后我在讲他们的坏话，就打电话说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是当初骗你5000块那个人啦。真的重要的话会再打一次。诈骗集团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再打第二次？因为他们有很多人要骗，诈骗集团应该没空看，也是齁，他们事业那么大，诈骗集团有 Mina 电话，他们是不是随便打的？没有，他们有我个资哎，他打来的时候知道我的名字，知道我订了什么东西，然后说会重复扣款。连环电话，你说诈骗集团夺命连环扣，也太烦了吧。 Mina 是在露天还是虾皮被骗的？都不是，好像都不是哎，欸。Hello 唐午安，装 Who's Call 可以过滤哦，好，我可以装看看。露天买完常常都会接到诈骗，真的哦。我那时候也是哦，我那时候是在乐天，好像是在乐天，有点忘记了。我以前很常在乐天买东西，但现在有虾皮之后就没有再用乐天。
大家都接过，可是被骗的大概就只有那几个人而已，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。银行打来说要贷款的，那个是真的吗？银行说要贷款的都是诈骗电话吗？还是是真的银行的人要问你们要不要贷款啊？贷款，因为每次贷款打来，然后他的声音就很业务，每次听到就很想挂他电话，可是我又觉得应该要听他把话讲完，然后我就会等他讲完，耳朵好痒啊，他哦不用谢谢，再挂掉。推销做业绩的，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种声音，听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被诈骗过，我就对那种声音就很讨厌。因为诈骗，我那时候被诈骗，他电话就是真的听起来很业务那种啊，请问你是？我不会学那个声音耶，就是那声音会让你觉得好像听起来很专业还是怎么样？我要先给钱的都是假的，嗯，反正我好像被诈骗过后，我就对那种很业务的声音就是很反感，听起来很专业，可是就觉得一定是在骗人。啊，您好，请问有需要汽车贷款吗？我不会学那个声音哎，反正我听到就觉得一定是骗我的，学不起来。对啊，哎，怎么没有一个诈骗的电话像我这种声音？啊，你好，请问有需要汽车贷款吗？如果这种声音我可能愿意听，哎，我可能愿意听，因为感觉就不会骗人。可是那种太专业那种业务声音，我就觉得应该是骗我的，因为我被骗过嘛。会被说小朋友不要闹。哎，你说要他反而很慌张，真的吗？强纳森叔叔有说过要吗？小朋友不要玩掉，所以 Mina 没有办法做诈骗集团的人。我应该会被诈骗集团就是拒之门外。我说如果我要去应征诈骗集团，然后他们要面试，然后我就会被刷掉，说你这个声音不行。谢谢张先生的向日葵。诈骗集团要应征吗？我不知道，面试。感觉是一个很庞大的集团，不然你看怎么会一直永远存在诈骗集团？爸爸声音可以装。哎，大家不觉得台湾的服务业声音都差不多吗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就是去各个地方讲的都是一样的。哎，您好，请问需要帮忙吗？就是店员都会有一个那个。我学得像吗？应该不像。就是声音会好像很甜，很比较高的那种感觉。台湾服务业后面有统一的广播。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本人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奶奶的天籁很顺，奶奶跟爷爷讲话声音可以。爸爸声音可以很甜，只是跟脸搭不起来。所以爸爸很适合做，就是接电话，那麦当劳订餐的时候啊，喂，您好，麦当劳，请问需要什么？这样吗？我一直觉得我好娘哦，我很娘哦，我不行。浩浩，上班了，浩浩，拜拜。哎，我好发现我好像吃了面包之后不太饿耶，还是我就不吃乌龙面了，晚餐再吃。Hello， 家乡。现在帮你们做一个加水的动作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而且我之前有看过这群人他们拍的 MV， 他就说台湾人的服务业很奇怪，就是一个是非常喜欢道歉，就啊、哦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请问这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哦，对不起，请问，今天的服务还行吗？就是非常喜欢道歉，然后还有，对对对，需要帮你做个结账的动作，我就觉得奇怪，结账就是动作，结账就是动词了。哎，我现在帮你做个结账的动作哦，请问结账动作到底是什么？对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我现在帮你做个加水的动作，我现在先帮你做个汇款的动作。
哪那么多动作？本身就是动词了，还要加动作，听起来比较专业，有吗？我觉得这很多冗言赘字，真的是，这是话术，怎么样？听起来好像比较专业吗？真的觉得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很奇怪，语言癌，已经做服务业做到都失去语言能力，都不会讲话了。Mina 这样的声音是诈骗集团最爱，你说诈骗集团最爱骗我这种声音是不是？听起来就很笨。乌龙面是自己煮的吗？不是，是昨天的晚餐没有吃完。台湾店员的语气在国外很红，真的、哦。外国人也觉得奇怪，台湾店员声音怎么都一个样子。当我以前在面包店上班的时候啊，我也是，我想欢迎光临啊，等下，安阳部分欢迎光临。怎么讲？他们觉得这样不够有元气，他们有说要声音要提高一点，然后要欢迎光临。就是那个怎么讲，欢迎光临，那个尾音要有点飘吗？就是有真的有一个就是专业的那个语调，欢迎光临这种。谢谢米酒的向日葵。Mina 声音已经够高了吧？对啊，他们一开始不太。怎么讲？我一开始比较害羞，不太敢讲，就欢迎光临，就欢迎光临这样小小的。可是他们好像喜欢欢迎光临，欢迎光，光那个光要高一点。在火锅店要说欢迎用膳，那是什么火锅店啊？欢迎用膳，就好让顾客体会那种自己好像是古代的娘娘那种高级的感觉。你们都漏字说欢跟林就好，所以爸爸怎么讲？欢林不行吧？欢林是什么？欢林讲话很卤蛋啊！欢林怎么讲啊？谢谢太空许愿瓶，喊到破音，顾客会不会笑出来？可能会偷笑。奶冻卷都严客人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消费者会关心我。还有在一些日本料理店，日本料理店的人的店员，就是顾客进来都要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然后店员都乱念，然后特别是在澳门的，澳门有一些那个，就阿姨在日本料理店上班，然后叫他们要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，他们根本就听不懂，然后他们就会用广东话那个一二三四。网的话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就一二三，他们怎么讲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一四，他们一二三，一二四，就乱念，因为一拉下一方下面，一二三，一二四，一二三一四，对对对，一二三一四，一二三，听起来很像，是不是？就阿姨的技法，可是你就知道她就是在乱念，她就在乱念。那韩国料理店要喊什么？韩国的欢迎光临，我不知道韩文的要怎么讲，应该也有他们独特的技法吧。一样会讲伊拉跟马塞。没有啊，一呀三呀塞，到底哪里有伊拉跟马塞？只剩一跟塞啦。沙拉嘿哟，韩文不好。台湾的韩国料理店好像没有特别说什么，应该有，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。韩国后面都思密达，思密达。一三四思密达是什么啊 ？Hello， 卡波卡波，午安。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。
谢谢猫追踪。韩国料理店店员，帮你们做一个加水的动作，思密达。要动作吗？还要动作吗？谢谢夏儿，夏儿说冲浪失败。Mina 也不会冲浪，冲浪太可怕了。不是，我都不会游泳，怎么冲浪啊？要冲浪之前先要学会游泳吧，不然感觉冲浪是一个浪打上来就完蛋了，就不见了，好可怕。帮你们做一个结账的思密达，夏儿又冲浪失败。谢谢中文喵喵花枝精粹，夏儿不会冲浪。Hello 加蛋午安。Hello 怡君午安，只要会飘就可以了吧？是吗？可是是不是太紧张的时候就会飘不起来？因为就像我很怕水，我就会揪在一起，然后我就会飘不起来。冲浪板要绑在浮板上，哦，冲浪脚要绑在浮板上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冲浪脚要绑在浮板上哦，洗头裤嘛是不愧是专业的耶，我都没冲过浪。Hello， 冷品君午安。我现在在偷偷慢慢的猜拳，怎么办？因为我在想一点了，我好像要去吃个午餐，可是没有很饿哎，还是就不吃了。我该不应该11点半的时候自己偷吃面包？我以为那个牛角会很好吃的，结果没想到它是假的牛角，我觉得很失望。冲浪浮板要绑在脚上，所以就算 你被浪打下来了也不会怎么样。洗头裤嘛看起来就是冲不起来的那种，那你怎么知道要绑在脚上？我去游泳池站上去踏板，叫粉丝支撑踏板让我练习。我去游泳池的踏板，粉丝去支撑踏板，什么意思？可是那样体验不到冲浪啊，那样没有浪，冲浪一定要去海边吧。谢谢阿卡的石头，这年头牛角也有假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年头假的东西可多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假假可乱真的东西很多啊。我会用浮板吗？浮板哦，浮板我可以，我以前游泳课我不是都不会，我都不会游泳嘛，但是我可以拿着浮板蹬墙漂浮，在差不多2公尺，我的极限了。游泳真的太可怕。假牛角是海螺面包哦，我真的很不喜欢海螺面包，我超级讨厌海螺面包，我从来没有买过，看到就觉得一定不好吃。就是海螺面里面就超多奶油，很腻耶，看起来就很腻，不会想买。喜乐姑妈喜欢去海边哦，可是会晒黑耶，为什么喜乐姑妈都不会黑？因为里面奶油很腻，对，我不喜欢奶油。天天喜欢吃海螺面包哦，因为海螺面包也算是卖的蛮好的一个面包，只是我不能理解它为什么大家要买它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好腻哦。综合喵喵喜欢吃海螺，真的哦，所以你们是喜欢那个奶油。谢谢高僧追踪，一开始不是会练习打水吗？打不起来耶，脚踢不起来。海螺面包什么？就是长得像海螺，然后它的螺里面会塞很多奶油，不喜欢。巧克力的，有巧克力的哦，卡路里吃起来很疗愈。其实面包热量都不低耶，其实你好吃的牛角热量更高，因为它会抹很多的牛油。要放松才会浮起来，我就是很怕水啊，所以都浮不起来，浮不起来，没事，爸爸，浮不起来。
服部前辈，谢谢追踪。妮娜扶不起来，扶不起来，因为太紧张。服部平次，柯南，柯南，懂我的梗耶、yeah! ？You know me, you know me。好冷哦，米娜的谐音双关都很冷。小嘎小嘎，午安。Hello， 丸子，午安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，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在台湾的姐妹团 AKB48 Team TP 的成员，我叫做潘之怡，大家都叫我 Mina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しまじゅう，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可爱。Hello 林，嘉玲午安，小群午安，第一次听到我的本名，对，一般比较少叫我的本名啦，都是叫绰号。谢谢太空的 love 还有夏尔的花枝精粹，现在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的动作。什么都要加动作，服务业上升。那如果以一个服务业的角度来说，我是一个不及格的服务员吗？因为我都不会讲说什么什么帮你做个倒茶的动作，我都是很居家的。难怪我总觉得全家的店员很亲切，因为他们不会讲那种我现在帮你做一个结账的动作，可是感觉7-Eleven店员会吗？我都会跟粉丝做一个挥手的动作，代表我有看到你们。纹身午安，感觉只有很高级的店才会这样讲话。嗯，好像是凸显高级感，其实只是龙颜坠姿而已啊。谢谢大家现在做出了一个追踪的动作，有没有突然觉得直播间都高级起来了？好令人烦躁，坠姿对吗？夏天就已经很热了，还要讲这种。什么动作？本来就是做一个什么，做一个追踪的动作。小明的家隔壁全家，你的家的隔壁的全家，好饶舌，来了一个很有礼貌的店员，这样很好啊。这样子购物也会买得很开心，总比没有礼貌的店员好吧？就结账。东西用丢了，那会被客诉吧？为什么会有一堆机器人私讯？什么米酒有被机器人私讯？什么意思？我也没遇过，有点不知道。Hello 土豆。Hello， 季风亮，午安。别的平台的人，所以他们是真的人，不是机器人。没关系，你们收到奇怪私讯，不要理他就好了。我们做一个不予理会的动作。他双手跟你收钱，你也用双手给他钱，好可爱哦。跟你们讲，在仓鼠的世界也是这样，因为仓鼠手太小了，所以都很喜欢两只手拿东西，有吧？你们有没有发现 Mina 吃东西的时候都喜欢，就是很小的东西我也会喜欢用两只手碰着，这表示对食物的一个尊敬。对，双手是比较有礼貌的，然后再用双手接过去。做已读的观众，不要已读不回啊，观众们不要已读不回，你们要多做一个回应的动作。真的很烦哎，什么东西都要加动作。对，我希望大家给我一点回应。
对，拜托大家做一个追踪的动作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直播间，哎，难得收到了这么有贵族的感觉？贵族还有什么感觉？对食物进行一个尊重的动作。对啊，对食物要很尊重哎，因为你要感谢老天爷给你食物。我是不会浪费食物的，是不是很乖？哦，除了白饭啊，白饭我真的很，应该说我觉得外面的分量对我来说太多了。我可以吃白饭，但是外面吃饭的时候都是白饭超多，然后配菜很少。哎，配菜的白饭来了，就是我。饭跟菜的比例，我大概需要可能要2:1吧，二是菜，一是饭。可是在外面常常是饭是二，菜是一，这名字也太巧。配菜的白饭，等一下哦，配菜的白饭的意思是白饭是拿来配菜的，对吧？白饭是拿来配菜，所以白饭应该要少一点呢、啊。怎么不找我的客家 CP？ 怎么样，一起吃饭？谢谢阿西追踪。怎么好像反过来了？反正我就觉得外面的那个饭量都太多，所以我才吃不完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菜的分量应该要比饭多很多才对啊。配猫好了，吃饭配猫会特别有食欲，是不是？逻辑混乱中，这对 Mina 来说不是很常有的事吗？白饭是配菜的配菜，哦，如果是配菜，对耶，如果把白饭当做配菜的话，那主菜应该是青菜之类的，应该要最多。Hello， 阿伟，午安。紫萱中跟我合点一份刚好，对啊，这样很省钱呢。我们都小鸟胃，一起吃的话就不会那么贵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吧，台北市的物价很贵啊，随便买一个什么东西就要一两百块，每天这样吃真的是不行。如果变成手卷需要菜多吗？嗯，手卷我也觉得要菜多耶，像我其实就没有很喜欢吃手卷那种，还有饭团。就是那种御饭团，但我觉得手卷的话饭是真的太多，如果饭团好像还好。我特别喜欢吃那种润饼，因为润饼的话就是它的饼皮很薄，然后里面都是菜嘛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比例。手卷里面有饭吗？手卷的海苔里面是饭呢、啊？台式饭团一次可以吃两个，我也觉得这才正常吧。那饭团那么小一个，吃一个哪会饱啊？可是一个就已经30块钱，吃两个就60了，好贵哦。吃不完找梦存善后。可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吃那种，不是御饭团，台式饭哦，你说那种路边的那种。我很喜欢那种台式饭团，就是糯米的那种，它的饭比较少一点点，然后很扎实。每次啊，那可以吃两个，很厉害哎！爸爸真的蛮厉害哎，那个我吃半个就饱了，因为是糯米吧，很饱。不然就是吃完一整个午餐就不用吃了。台式饭团饭蛮多，但是料也很多。御饭团的话，我就觉得。饭太多，就是以比例来说，料很少，饭太多。这样吃，所以才有肚子。能够吃多很好哎，每次吃东西都剩一半，也是很困扰，都要找人 share。御饭团料真的超少的，而且又很贵，所以我很少买御饭团。有食欲是好事，对啊，但夏天也
也能这样吃吗？你们不觉得夏天的食欲会变差吗？夏天就常常午餐可能只想吃一碗刨冰啊，还是吃一支冰，或是喝一杯手摇就结束，超不健康的，又太热了。爸爸最近在瘦身了，为了谁瘦身？为了我吗？超商是吃品管卫生价哦，对啊，超商的东西真的太贵了。吃凉面胃口就会好哦，凉面夏天是蛮喜欢吃凉面，但是凉面对我来说分量也太多了。外面一份便利商店的凉面这么大耶，根本就吃不完，而且因为一直都是面，没有别的配菜，就会很腻。如果一半的分量就刚好，对，都是淀粉。虽然我是比较喜欢吃面，可是那个对我来说也太多，对女生来说应该都太多吧？哦不，爸爸不是女生。喜乐库玛已经瘦11公斤了，真的假的？难怪我都认不出你了。爸爸不是小女儿的设定吗？可是爸爸是很能吃的小女儿，好啦，也是可以。不吃虾，所以没点过那种。哪种会有虾？Hello， 真呀，午安。我明明就认错杨姐，硬要卷入其他粉丝。虾手卷，哦，是不是有人吃虾会过敏？我吃太多也会过敏，但吃一点点还好。谢谢 Satan 送我医用口罩哦。巧巧都吃了，哎，我常常被我爸妈呛，哎，就是我那种可能吃饭团吃一半就饱了，然后他们都会说，你看那个隔壁的小朋友5岁的吃的都比你多，就真的我常常出去吃饭，然后看到隔壁桌小朋友不知道几岁啊，就年纪小的，就一大碗饭哦，还有亲戚家小朋友是一大碗饭，然后他们都会吃的超干净，一粒饭都不剩，然后就很满足，这样就觉得好可爱哦，看他们吃的那么开心，就觉得好棒哦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吃东西可能吃到一半就吃不下，就开始表情开始痛苦，然后再看看隔壁小孩全部吃完，然后就很幸福的样子，就觉得为什么可以这样子？红豆午安，不是，怎么可以说人家小朋友足？重点是他们就是真的吃得很满足很开心，可是我吃东西是看起来好像。怎么讲？我喜欢吃东西，可是我不能吃多。我饱了之后，我饱得很快，然后就开始不行了，吃不下了。干嘛要比吃的多？就是出去点一份东西，我从来就吃不完，从来就没有吃完过。除非是吃那种，高级餐厅，它的分量可能本身就蛮少的，我就 OK。可是如果是一碗什么面啊，我就是都吃不完，然后隔壁小朋友都吃的那么干净又很快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好逊哦。而且我人家不是说吗，就是发育期的时候会吃的很多，可是我没有经历过发育期耶。Hello， 浩婷，午安 ，Nico， 谢谢追踪。吃不完还会被店员问不合胃口吗？没有，就是吃不下而已。但是我通常出去，我尽量都会把配菜什么肉类吃完，然后就是可能剩下面或饭这样子。只是我就觉得，对，我怎么没有经历发育期啊？就是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很多，我一直都吃的很少。还是我其实发育期还没到，我都觉得我好像长得特别慢，我的变身期也还没到，发育期也还没到。所以现在感觉还很像小朋友啊，6岁离发育期还早。爸爸现在也在发育期，那我应该是还没发育，未发育。发育期是几岁啊？好像每个人年纪不一样。如果朋友吃了我的饭，我会吓到吗？你说偷吃吗？
5H 过后就180了。我们家应该不可能吧？我157都我们家最高了，现在还在换牙期。你哪要抽高到190了吗？我已经抽高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女生不是国中就差不多结束？什么？女生也太可怜了吧！国中就差不多结束，人生结束了是不是？过了30岁，肚子在发育，那个是新陈代谢变差，好不好？爸爸最近看广告说还可以长高，爸爸是不是平常都在看那种啊想要长高的东西，然后就会被推荐你看类似的广告，就是长高之类的。25岁以前，不行，我已经24了，我快来不及了。真的、啊，就是你平常常看什么东西，然后就会被推荐什么样子的广告，所以感觉爸爸就是很想长高，是吧？爸爸很想长高，所以就会一直被推荐长高的东西。谢谢阿基亚的花黑盆，嗯，那个特效好可爱哦。说恋爱了就会长大，什么意思？谢谢夏尔的星之冠。谢谢熊熊，还有谢谢夏尔。爸爸喜欢比自己矮的，喜欢我。谢谢爸爸突然告白，害羞。爸爸有考虑把骨头打掉去增高，哎，那感觉超痛的。之前看到有那个报道说，韩国的练习生不是就是为了让自己身高更高，真的会把骨头打断然后再接，好可怕哦！听起来就很痛哎，而且那就违反你的生理，硬要。而且有失败的风险，哎，如果失败的话是怎样？就直接残废了吗？那样子也太风险太大了吧，得不偿失哎。为了长高就没弄好就直接变瘫痪吗？好恐怖哦。那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比较好哎，我觉得我还蛮满意自己的身高的，虽然没能长到160，可是至少一定是我们家最高的了，这还蛮值得骄傲的吧。顶多瘸也不好吧，很不方便呢。萝莉郎喜欢小小子，萝莉郎就喜欢萝莉嘛，要小小子的，萝莉不可以长大。搞不好会变长短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骨头打掉再接会变长短脚啊？是只打一只吗？还是一边成功一边不成功？Hello， 西恩，西恩午安。今天是这礼拜的最后一次直播了，星期四。直播没有吃东西，好不习惯哦，可是却不饿。爸爸有长短脚，那现在爸爸长大了吧？现在有比较好了吗？连播了3天，哎，3天都是中午直播是不是？
哦，没有，一次是晚上，生日那天是晚上，很开心的生日。等等，先吃一点比较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夏天好像比较不容易肚子饿啊？冬天感觉就是刚吃完又饿了，刚吃饱又饿。爸爸，我去整骨，所以整骨是怎么样？整骨是可以长高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都想去整骨了。嗯。也得了爱情的失智症吗？连三天可以看到 Mina， 但是今天的 Mina 没有吃东西，不能跟你们一起吃午餐。早上刚刚多忍耐半小时了啦。整骨是让骨头放松，骨头痛哦。骨头痛，为什么骨头会痛？饿了就吃，不用忍耐，因为想要跟大家一起吃饭嘛。感觉今天有时间可以来唱一下歌哎，看看要唱什么歌好。大家有什么歌想听吗？台语也可以，我都可以挑战。谢谢九二的心之怪啊！天气变膝盖就会很痛，这是风湿啊，这是风湿哎、欸。因为我阿嬷好像有，可是爸爸这么年轻怎么会有？龟仔午安，还是那是遗传的？小时候常常蹦蹦跳跳，真的吗？伤膝盖就对了。Hello， 秦雄，午安。我最近没有练什么新歌呢。Mina 唱台语歌，我之前唱过很多了。爸爸是因为打球受伤，难怪。爸爸是打什么篮球吗？小易午安。阿卡要听110万公斤的 Film。是谁的歌啊？是谁的歌啊？好像没有听过。胡子团，搜寻看看。115。哎。我现在手机它很怪，它现在不让我打字，不知道日文用语音辨识它可不可以。115kg no film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日文有那么不标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念？啊，我少念万是不是？还裤子勾万，他为什么会出现裤子勾基隆？这是什么？太难看，我再试一次。还、啊、他不能辨识日文，裤子勾基隆到底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再试一次。115kg no film。我觉得他不能辨识日文。小公主歌10公分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要用日文输入法的语音输入。
哇，好烦啊！他都不让我打字，这手机很怪。不行，只能中文。立伟午安，好吧，有空再来查看看是什么歌。英文啊，我知道，来念念看团名。AKB48TP 不行耶，它只出现排名，还是太长了。那 AKB48 有耶，为什么？所以我刚刚是念太快是不是？ AKB48TP 有耶，有耶，有耶，它英文可以耶，他英文可以，还是日文？刚刚念那个太长了，这么开心，哎，他知道我们呢，感动。还是我们四个简单的日文，有什么简单的日文叫他听？骑士日文，日本比较有名的有没有什么？早安吗？哦哈哟，他非常的精确的，他非常的精确出现哦哈哟，不行，他不会日文啦，我好难过。算了，不知道就算了。胡子团的英文，胡子团的英文是胡子团是什么啊？我要教他，真的吗？胡子团是什么啊？ヒゲダン吗？你们的胡子团是ヒゲダン？你们早说嘛！我在那边念那么辛苦。我念那么辛苦，那他们胡子团是什么？你们早讲嘛！真是的，那我就直接打 official 就好了，那边念那么久，等一下啦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胡子团是谁啊，你们叫他们胡子团啊？这首歌我没有练过，胡子团说起来比较快，哪有啊？胡子团哪有比较快？皮耶丹才两个字嘞，好吧。他们很红啊，你看打 official 就出现他们的团名了，然后就可以找你们说的那首歌。搜寻到了，哦，我有听过耶，可是我不会唱，我搜寻到了耶，我成功，可是我不会唱。当 official 就出现，我是多常找他们哦，有吗？马上就找到了，我很喜欢他们，可是我不会，因为男生的歌吧，男生歌不太唱，因为 key 太。对我来说有点太低了，所以都是纯听而已，纯欣赏。谢谢阿奇亚的掌声鼓励。哎，1:30了耶！可是我刚刚晚开，所以我可以唱一首歌再关播。爸爸想要点《Prisoner of Love》，也是他们的吗？好像不是他们的，是谁的歌啊？
或甜光。欸，我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耶。谢谢熊牛的向日葵。怎么办？你们点的歌我不会唱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听好了。哦，但这首歌好好听哦，不舍得切掉。哦，爸爸来安利我这首歌，好。下次改点米西亚的，米娜觉得太高，米西亚的歌很高是不是？宇多田的歌我好像听的不太多，而且他的歌也蛮难唱的。加入里欧哦，播放后就听过了，可以啊，可以一起来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蔡健雅，我们来听 Prison Prison of Love。哎，我听过哎，我已经按赞了哎。啊，我听过了，爸爸不用安利我，我听过了。哎。我听到好听的歌，我一定都会按 like， 就是支持一下。但我不会唱这首。等一下，加入里二哥，我感觉我有听过耶。我看看我听过他的什么歌。应该是听过他最红的那一首歌，忘记叫什么了耶。因为之前有安利过我哦，你说这首歌吗？我也不知道耶，可能我有去搜寻过。Hello， 修泽午安。很多歌迷呢应该都听过。加入，但是你们刚才说加入里欧的歌，我忘记我听过的是哪一首哎、欸，因为我这里没有记录。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在，我很有可能不是在 YouTube 听的，因为有太多听音乐的平台，所以我有时候可能在别的地方听 ，YouTube 就没记录。大家最推荐他的哪一首歌啊？Hello， 思源午安。帅吗？因为我感觉我听的歌都是很非主流的。那我放个 Shine 来听听。不知道有没有听过。Hello， 班长午安。我们来听这首歌，然后我顺便念排名。谢谢小康追踪。感觉好陌生哦，好像没听过哎。今天的第十三名是夏娥，谢谢夏娥。十二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。第十一名是詹先生，谢谢詹先生。第十名是太空，谢谢太空。第九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八名是中喵，谢谢中喵。第七名是喜乐库门，谢谢喜乐库门。第六名是熊熊，谢谢熊熊。第五名是啾，谢谢啾。第四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我听了这首歌，好振奋人心哦！不知道怎么有一种很明亮的感觉，好像很充满希望。听了就好有精神。第三名是心莹，谢谢心莹。第二名是想睡觉，谢谢想睡觉。第一名是萝莉郎，谢谢萝莉郎。
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样振奋人心。好，你不觉得很酷吗？因为我刚刚其实没有特别注意听他歌词，我就是一边念排名，没有注意听歌词。可是单听音乐就很有这种感觉，音乐果然是不分国界的。好，谢谢大家啊啊！你要回去下班，这么早一点半就下班，也太爽。好啦，那大家下礼拜再见喽。大家下午上班加油。你哪猜拳还是没猜完，下次再慢慢猜。生日周，米娜也很开心，谢谢大家陪我度过很棒的生日周。